家里的路由器机顶盒放在柜上太乱了，试试这款机顶盒置物架吧，它利用三角形和稳定性，可以在各种显示屏上固定，磨砂防撞垫，不伤机身，增设两个穿线孔，有线设备轻松放，承重性强。 家里的路由器遥控器都可以放上去，不占地方还美观。家里的路由器机顶盒放在柜上太乱了，试试这款机顶盒置物架吧，它利用三角形和稳定性，可以在各种显示屏上固定，磨砂防撞垫，不伤机身，增设两个穿线孔，有线设备轻松。